今天给大家拍一个高品质的黑石头啊。这个料子是个正儿八经的老帕杆的料子，这种料子呢目前市面上很稀少，几乎可以说已经是绝迹了。这个料子没有打水，没有泡油，没有抹任何东西，这个油性是料子本身自带的天然的油性啊。这些能看到这个料子它的色差啊，如果说一个料子全身黑色没有色差，说明这个料子它是泡油的，这个是没有泡油的。所以像这种料子呢，它的肉质油性细腻度是不用考虑的，还有这个料子种特别的老，种也不用考虑，种是绝对够老的。因为这个料子啊，它是典型的棱角分明，有棱有角的，重量刚好2公斤啊。拍这个视频在室外拍的，有这么通透，而且是带底色，像这种品质开进去就是妥妥的倒冰的品质，没有任何炸光的现象，特别特别的通透。整个料子要在黑暗的地方拍就是一灯透了，而且这个料子呢裂很少，这种种老的料子皮壳上有些裂它是进不去的。这种品质呢开出来就是一个妥妥的油性十足的大冰块。还有黑石头的种水料啊，如果说一旦完长了，那比墨西沙的种水料漂亮得多。墨西沙敞口的种水料呢缺一点油性，但是这种黑石头的种水料它的油性是非常非常好的，